告诉你哦，小孩子每天的早饭，胡萝卜丝加适量的盐，右手抓拌，杀出多余的水分。我每天都在废寝忘食。胡萝卜丝加适量的盐，右手抓拌，杀出多余的水分。再把菜头都想大了好几圈，能不能给个小红心支持一下吗？非常感谢。告诉你啊，又香又脆的香菇原来是这样做的。香菇给它切片几圈，能否给我一个小红心鼓励支持一下？非常感谢。炸的金黄酥五成热下锅，炸的定型熟透捞出，锅留底油，五成油温下锅炸，小火慢炸，炸的金黄酥脆捞出，外酥里嫩，太香了，赶紧收藏给家人做起来吧。我告诉你啊，平时咱们要是大鱼大肉吃腻了，你就整这样烫的菠菜，翠绿不变，赶紧收藏起来试做吧。我告诉你啊，还有几天就过年了，年夜饭一定要学学这道，像炸一定要小火慢炸，炸的金黄酥脆捞出来，外酥里嫩，特别好吃。放入碗中，加焯好水的腐竹木耳、蒜末、小米辣、盐。